然后又想着那垃圾都扔了，那锻炼锻炼身体吧，反正多磨一会儿时间是一会儿时间，把那个电充的多一点，然后又能锻炼身体就挺好的。我就带着垃圾下楼，我家在七楼，下楼下到差不多三楼的时候，那个猫在那个楼梯上等着。然后一开始他看见我下楼的时候，第一次看见我，他害怕了，就赶紧跑。然后等我再上去的时候，他就不害怕我，他觉得我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他就在那里看着我，然后我也看着他，因为我也害怕，因为当时天黑嘛，我也害怕，然后也没有动，我也害怕，我就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，直到我消失了。然后我到了家，过了一会儿，我就发现，我就第一次发现。这个猫在这里叫了，它应该是想让我收养它吧，包括今天白天也还在叫，我真的服了。之前没有，之前没听见吧，之前没有，它就是昨天我下了趟楼，然后再上趟楼，它感觉到我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它想让我收养它，就跟那个刘备三顾茅庐似的。你别喂它啊！你别喂他，你喂。那你最好别让他看见你，因为你如果让他看见你的话，他看见你是从七楼出去的话，他可能只要一饿就会来七楼找你。你如果说你啥也不管，你饿他两三天，他就不会来，他就不会来找你了。你别让他觉得你是一个会给他食物的人。收养个屁呀！流浪猫你敢收养啊兄弟，它为啥流浪啊，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呀。对呀、啊、它就是在咱家门口啊，你要不去打它一顿，把它给踹走。小猫它不会，它打不过你，妈的小猫你怕嘚儿啊，妈疾跑都浪费了。他饿不死，他怎么会饿死？他要真饿的受不了了，他会去垃圾桶里边找东西吃的。你不能太那啥，不能太善良。你这种猫，万一有病啥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要么收养，要么就别喂，对不对？你喂了，他缠上你了。吓死！小的也不养，养不了。就算要养东西的话，也是要买一个。养这种东西麻烦事多了，哪能说养就养？我操！靠你来三分钟，哼，
你不是喜欢养猫狗，你要是那个猫狗，它没那么多事儿，谁都喜欢养，也花不了你多少钱，但是它有很多事儿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养的话，你就得把它给养得好，明白吗？哪有那么多精力啊？我小时候，我爸我妈就养，还有我也养过一条狗，看家护院的。那个狗对我的影响特别大，如果说没有那只狗的话，我可能就随便养一只了。因为我也觉得这种，很多人养这种东西，他都是为了，其实说实话，出发点就是为了玩儿，明白吗？真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玩儿。但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爷我爸养过一只狗，就不管它，就拴在院子里边，就看家护院嘛，拴院子里边也不让它出去，一拴十几年，然后导致最后那只狗就跟疯了一样。都是想要主人的，然后下雨天也不往那个窝里边走。那个狗对我影响触动特别大，导致我不会轻易的去养。你要养你就好好养，照顾好。你不仅要照顾好，你还要去遛。你遛的时候，你还要给它教育好。那怎么教育呢？你养狗，你首先你得。你得狠点啊！你如果不狠点的话，它咬人咋办呢？它可能不咬你，它如果咬别人咋办？狗都是需要遛的，你把它遛出去，你咬到别人咋办？这个线能抓呀！我操！妈，没飞到。这卡莎飞机器人脸上是凭什么？别被他一边飙死了！我在这里装的，我装我有惩戒的，那装不了的，他这好像是要试试。喂。哇，不该打的呀。但是说实话，飞机这英雄，他前期也不弱呀，少个人的感觉。好高的飞行。别，哎呦！那单杀那就没办法。算了。这豹你怎么飙空了还这么高速？
可以，但是仙姑这个天赋真的好用吗？仙姑这个天赋真的有必要带吗？不是，这波能不能打呀？中路永远少个人呢。摔死了。漂亮。追不上，能抱你跑太快了。现在不搬抱你，现在搬男枪或者瞎子。那我得卖了。这泰坦好像是有大的，泰坦一看就有大。黄金白银可以先攻，你符文跟你黄金白银有啥关系？你要是说觉得先攻是个虐菜符文，那我觉得这版本的黑暗书哥就是虐菜符文里边的天花板了。这版本黑暗书哥一层加多加的四层，多加的四点伤害，一层魂就加九点伤害。没眼看见，我得赶紧逼打这个龙团。黑眼说哥，你如果层数两种极致，你如果层数太低，那就是小虚；你如果层数太高，就是小加强。你可以理解为无事发生。哎，我还好，万豪走过来的，吐了。那我踩夹子了，这个就打不了了。抱你虚我已虚了。电刑不适合这个进化R的，你如果玩的别的流派可以，进化R别带电刑，最好别带电刑，因为它跟这个亵渎还有猛然冲击重复了。但是你如果说你带有亵渎的情况下，你去切第一个人还切不死的话，那你也可以带。因为我是能切死的，我切死的话，你像电刑它没有后续了，你就用不上了。我黑暗收购都能切死，那我要电刑干啥呢？我能切死第一个人，那我黑暗收购有后续呢？你电刑没后续，那就没有带这个电刑的意义了。六条冲两条龙了，那也没办法，兄弟。精密最没啥用了，感觉
他们家贝尔维斯不在。走吧。哎，我们家上弹了。哇，锤飞了，兄弟，我操！哎，这有眼无啊！锤飞救人了呀！那豹女她有那个孤立的，跳上来。我换这个启迪器，我就没带鞋，好吗？看见一个不同的世界，算了，这个河蟹吃不了。卡莎八百块拿了就好了。我差点钱啊。这条龙放了吧。W 他。他那个视野比他实际上打的要宽一点点。兄弟，这能没勾？哎呀，感觉这波杀完了呀。小心这边来人。小龙小龙，大的不好打，他们不会打吧？我靠，他们好像打了。
多忍吧，我觉得。漂亮，但是我也没惩戒。啊！完了。哎，我这个惩戒不该打那个河蟹的，我怕他把那个河蟹给惩了。我还要更多。这伊德还把装备卖了。好多鱼啊，纯天的。哎呦，这一贼，哎，这种人是真的。又不是赢不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这击飞时间太久了。